本课程由量子。本课程由量子教育出品。好，第四个趋势叫直连，啊，和用户零距离。呃、啊，因为，我从一开始在强调用户的核心地位的时候，就始终在，给大家传授一个理念，就是我们最终的企业的价值，或者是产品的价值。 来源于外部的用户，你的核心用户啊。换句话说，你的企业到底值多少钱，应该是看有多少个核心的用户愿意使用你的产品。所以，如何去挖掘用户，跟用户紧密保持联系，就是企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。如果你要是把自己的企业的组织边界封闭，把自己的大门关上，啊，用户是用户，企业是企业。 啊，你们之间就通过中间的渠道、卖场，然后经销商来联系的话，这样你跟用户的距离就茫茫远。这个大家应该都有体会。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学实验啊，我们排队排上十个人是吧？跟第一个人说一句成语，然后让他一个一个传，传到最后一个人，你再去问他说是什么，牛头不对马嘴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中间是不是有信息失真呢、啊？ 有很多噪音，有很能干扰，有信号的缺失和扭曲，然后到最后到用户终端里头，你会发现哇，这个信息已经不足采信。如果你要通过层层的渠道去接触用户的话，你的信息就如同这个实验里头一样，你的信号是不足以采信。啊，如果按照这个信号来做产品，那真的是可能要走很大的一个弯路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叫。 保持和用户零距离。什么叫用户零距离呢？就是我们在内部提的一个说法，叫我们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。啊，里面其实呢有两个核心的原则和思维吧。啊，第一个叫蘑菇思维。啊，蘑菇思维是什么东西呢？大家详细内容你可以去翻《腾讯知道那本书哈。在一个精神病院里头。 哎，诶有一个神经病的病人拿了一把小雨伞蹲到墙角，然后旁边有几个精神病医生站在旁边，就开始猜测了，专家意见开始推测，为什么这个病人会拿这个小雨伞蹲在墙角啊？其中一个专家说：“嗯，他蹲在墙角应该是缺乏安全感，对吧？所以他要自我保护，所以蹲在了墙角。”另外一个专家说了：“嗯，他打了个雨伞，虽然是晴天，他打雨伞。” 应该他是在雨天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创伤，然后各说风云，众说风云吧，各有各的专家角度。然后其中一个医生也拿了一把雨伞，然后什么话也没说，就蹲在了那个病人的旁边，然后什么话也没说，他就观察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病人终于开口说话了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小蘑菇？”其实病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蘑菇。 这件事情呢，可笑之处不是在于病人的臆想，而是在于那些专家的猜测。你离病人那么远，你去去观察、去去猜测，你认为自己特别有经验，然后去看他真正实际发生什么样的情况。其实啊，其实反而被陷入所谓的经验的悖论里头——经验诅咒。你越有经验，这事儿越做不成。的经验诅咒。怎么着呢？把自己清零，跟用户。 蹲在一起，我们叫这种思维叫蘑菇思维，叫蘑菇思维啊。这种思维非常非常简单粗暴有效啊，甚至没有流程操作方法。